大家好，我是易彤。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广东的珠海，因为是临时住几天，再加上呢还有计划去珠海的长隆海洋公园，所以我们呢就选择坐珠海的观光双城巴士，顺着珠海的这个海岸线青旅路这边走上一圈。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珠海的观光巴士啊，这个线路的基本信息呢，只要在微信上搜索珠海观光巴士，就能找到它这个小程序。里面的信息呢一应俱全，非常的完善。首先它价格呢就是15元，是一个人24小时有效，这期间呢就是不限次数的乘坐。我选择的呢就是这个情侣路观光线，这个线路呢就是相当于沿着珠海的海岸线走个半圈，全程呢大概是20分钟左右，会经过几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就是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海渔女、日月贝剧院和珠海博物馆等等。它起点和终点呢就是拱北口岸和海天公园。接下来呢，我就把这几个站点呢都简单的说一说。我呢先从这个起始站海天公园开始说。如果把海天公园作为终点呢，那么这个观光巴士呢就是停到珠海博物馆这边。如果作为起点呢，那么从博物馆再往里面步行几分钟呢，就会到达一个公交总站。首先这个珠海博物馆呢算是新搬迁完成的，整体占地面积呢不小，门票呢是免费的，里面呢还是非常宽敞干净的。而且呢它有独立的这个影厅，可以观看珠海的宣传片。大体上呢就是介绍珠海的人文和历史，对于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一来的。之后呢就可以来到这个珠海的标志性建筑，就是这个日月贝的剧院。这个剧院呢晚上灯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有机会的话我还建议晚上来会更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是这个观光巴士呢只开到晚上的7点，所以说如果想7点后再乘坐观光巴士回去呢就不可能实现了。再之后呢就是地标性的建筑珠海渔女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直接要开到港珠澳大桥口岸这个人工岛，这边呢直接上桥的视觉效果呢非常好，还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本体。特别建议呢，一定要坐在这个双层巴士上层的窗前看，这样视觉效果会更好。
之后呢，他就会开到这个庆华酒店。这个酒店呢，算是离海岸线最近的一个酒店，也是行旅路上观看海景和港珠澳大桥最好的一个地点之一。当然，确实海景房的价格呢，可能并不算太美丽，但是位置确实是非常好。最后的拱北湾和拱北口岸呢，可以理解为进入市区和交通枢纽的中心，这边呢坐各种交通工具呢和吃饭购物就比较方便了。好了，珠海观光巴士之旅呢就到此为止了。最后我就简单总结下吧。首先，珠海观光巴士这个小程序呢功能非常完善，不光有线路介绍呢，而且还有单独的景点介绍和 3D 实景图，非常全面。价格呢一天是15元，不限次数的乘坐，也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虽然说大部分的景点吧只能算说一个海边的散步景点，但是双层巴士的视角呢，特别是坐在第二层正面呢，视觉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当你开到港珠澳大桥口岸这一段桥上的路的时候，剩下的珠海博物馆呢可以了解珠海的人文和历史。日月贝剧院呢除了看演出之外呢，还有夜晚的这个灯光效果呢还是非常值得晚上来一逛的。当然珠海情侣路这段海岸线呢只是简单散散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了，就说这么多吧。下一站我们就要去珠海长隆海洋公园，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吧。最后还是多谢大家的观看。